Another lazy afternoon. The clouds covered in gray. Third coffee of the day. Almost fell asleep on Zoom. I yawn at the display. Third meeting of the day. But I can hear raindrops that dancing on the roof. It's like they're calling out. Don't lose your youth. 各位，今天是 Coachella Day 2，卷了头发，可能等一下到晚上就会直掉，但是没关系。我觉得 Coachella 真的跟正常的那种 rave 电影节是比较不一样，因为比较像是在看演唱会的感觉，就是不用一直在那边跳来跳去，你可以很 chill 的，就是坐在草坪上啊，或者是就是站在旁边一点，就不用人挤人。我真的很不喜欢人挤人，然后也很不喜欢很吵的音乐，所以我个人是觉得 Coachella 真的有比就是别的 rave 好玩耶。对， Coachella Day 2你准备好了吗？帮我拉一下。你要先说准备好了。我准备好了。Very cool。 我还没有弄头发。很好，我等一下是负责煮泡面，所以我要赶快弄好，然后先去帮大家煮泡面。很棒很棒。这是我今天的 OOTD， 真的是很不是我平常会穿的风格。对，很想一下，今天都是Shein的，我的衣服都买得很便宜，因为我觉得我不会再重穿了。对，这是他今天的 OOTD。 我直接买一整套搭配好了。对，就不用搭配。没错，非常的方便。真的，准备好吃泡面去。耶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加巴古里。好，就应该要直接吃，然后不要桌上管它了。面怎么那么 Q？ 因为它是马铃薯。那个不是也是马铃薯？为什么放的是马铃薯？这有特别咸。是哦。好渴！我现在吃完这个好渴，一定很渴，不能再更渴。你要去买果汁好不好？好。Coachella Day 2 Day 2出发。带羽绒外套。没错，我也带了。大家昨天被冷到怕了。太冷了，真的，真的不行哎。而且我们今天全部人都穿白色，白色白色，很 OK， 漂亮，搭配你的头发，简直就是可以去结婚。来，我们来看看。现在要赶去看 ADA Rising， 然后今天人好像特别多，就比昨天还要多，然后整个尘土真的是弥漫，真的是眼睛都雾雾的，真的超夸张的，一定要戴口罩，不然回家真的是吸一堆土。ADA Rising 来了 ，My God， 冲冲冲！Naturally would see magic in the world around me. Hands up, hands up, no more. Say middle fingers up, like fuck that.
在已经11:30 ，Day Two 结束，没错，结束。我们今天看了谁 ？88 Rising， 然后 Rich Brian 跟差不多就这样了 ，Billy Eilish 就看了一点点哦，这是我们队。好，明天还有一场硬战要打，明天见，明天在同一个地方，对对，同一个摩天轮见，拜拜，拜拜。今天是第三天，不最后一天了，不想化妆，不想化妆。素颜去，好，素颜去。我要转，我要发，不要，不想起来。天完妆。这是今天的妆，妆还要点三个亮片哦。今天的头发非常的用心绑的哦，是我姐姐绑的，因为我什么都不会，她帮我卷了刘海，然后旁边还编了两条辫子，这里，还有这里，然后还有后面，然后我的手臂还贴了纹身贴纸哦，那是我去 Rave。最认真的一次了，因为都有他们帮我一起就是弄妆法，不然的话我自己是什么都不会搞的。我真的对头发这些真的是一窍不通。这是我今天的 OOTD， 上半身是我去年去 EDC 的时候买的 outfit， 然后都没有 po 照片，所以今年可以再穿一次。然后因为今天穿马丁，所以我里面穿了两层袜子 ，in case 就是磨破脚，马丁真的超容易磨破脚的。让我们欢迎我们的嘉宾。今天穿的东西在哪里买的？Shein。没错 ，Shein 真的是一个 Coachella， 真的是赚爆所有人的钱。第三位 OOTD 小姐，真的好看，很赞哦，拉坡哦。今天她是每个人头发的设计师。没错，我是业余发型师，非常的专业，非常的专业。今天大家都来介绍一下自己的 OOTD， 来。走黑色斑马风，很赞哦，很漂亮哦，好看哦， good， very good， very good。 第三天，最后一天，各位撑住撑住撑住。今天大家都是走黑色系，好亮好亮。今天最想看的人是谁？一二三，周家凯，大家很没有默契。没错 ，The Weeknd， 赞。The Weeknd 赞。头发，大家秀一下头发。大家都有在绑，有。我的这个。对啊，超可爱的。最佳发型师是这两位。有我吗？有。你们两个不是都有在绑吗？他有帮郭云绑啊。Very good, very good。有人忘记带 wristband， 最后一天直接忘了带 wristband， 进不去，啾啾。这位小姐拿到新的 wristband 了，花了40块，嚣张耶！哪边？一二三。今天真的是这三天里面最热的一天呢 ，My God！ 而且我们现在。手上都还拿着大外套，这羽绒衣。哇 ，shit！ 哦，第一天晚上真的太冷了，就让我那边吓到，真的，接下来都不敢。结果现在真的是热到一个炸。我们来买冰淇淋。先吃这个，它这个是 strawberry， 还有 black pepper。这是日本的，这是 California pumpkin。然后下面是 lavender， 然后这是 strawberry， 然后这是 sea salt。对，嗯，好吃。哦，要先吃到等一下。OK。好爽，爽啊！有点酒味。上面那个汁那么热。真好，我要试试看。Honey lavender。我觉得 strawberry 最好吃。我也是最喜欢 strawberry。真特别。这上面就是真的是飞了一层雾哎，所有人上面。真的就是很正常的混搭。
至少这是一盘，干那一个十块太贵了吧。看我最喜欢的豆荚看豆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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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错，看他屁股豆啦豆荚看豆荚看最多人的一次，因为我们赶在了三场后。Let's go, let's go, let's go, 上上上上上！你们好有力哦！最后一走，有够远的这一段路。
我们现在要回家了，应该是说我们现在要回 Irvine 了。今天早上起来，大家真的是生不如死，整个累到一个不能再累，这我的腿直接就是真的走不动，真的很累。而且所有人因为都吸了很多那个沙尘，所以整个疯狂爆咳嗽，真的无限的在咳。出发。Another lazy afternoon, the clouds covered in gray.来吃 In and Out Animal Style Fries Cheeseburger。印度广场还是很棒。Yeah， 哇塞！我觉得，我第一次吃的时候好吃。为什么？我第一次吃是被大家误导说好像很多厉害的东西，但你就不能这样吃。对，你就是啊，平常心。对，然后就觉得很好吃。大家都把它讲得很夸张。吃下这个 Animal Style Fries。它卤，它没有什么太特别的味道啊。我第一次吃的时候，不知道它有 Animal Style Fries。很好吃吗？我觉得它有点咸。现在回到 Irvine， 然后来了。Laguna Beach， 对，来最后的tourist 一波，然后晚上吃个饭就要去坐飞机了，对。Now I often get so tired, it's harder just to be fascinated by feeling free. 哇，海边。你真的很好 Q 哎！我们还去乱逛了一下，聊了个天，就要走了。快要结束我们的旅程了 ，Oh no！ 不想上班，而且我们是。就是我们是早上到，然后马上就要开始上班，就没有时间。早上7:50到机场，对，大概9:00会到家，九点就要开始上班了。Oh my god！ 我们来吃韩式，好期待哦！请问一下，你在美国的第一个 rave 觉得如何？我好累哦！啊，闻吗？好闻，真的，你们最好闻，下一次继续闻。口水鸡汤，我们需要补一下，真的需要，真的需要。I don't care today what the neighbors might say. Put on my rain boots, my favorite chiffon dress. I don't care today what the neighbors might say. I need somebody who can love me at my worst. No, I'm not perfect. 我们在口超辣中毒太深，直接被 Pink Sweat 圈粉。我们要先跟 Angela 说再见了。这是你的外套吗？他比较早飞。这两个。对。谢谢你们，有了就先谢谢你们，然后还有口罩。干。很近。拜拜。要跟圆圆说再见了。嗯。虽然我有流鼻涕，大家再见，拜拜。旅程在这里结束，跟圆圆一起结束，见，再见啦，拜拜。